老婆，妈呀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放假了呀，上个礼拜不是跟奶奶话说了吗？嗯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他们又没关门啊？嗯，啊，真的是，幸亏进来的是你。老婆，啊，你肩膀上是什么呀？我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叫我老婆。 话了，听见没？嗯，听见了。那到底是什么呀？哎，我背上不是有块疤吗？我就想说拿贴纸遮一下。你给我过来。疼吗？不疼。 就是丑，尤其是到了夏天，连衣服都没法穿。不丑啊，我也有一个，跟你的长得好像。你的位置哪有我明显啊？我本来想说纹个身，把那遮一下，结果我妈不让，就只能用贴纸了。都是因为我。知道就好。以后你姐我要是嫁不出去，你可得负责。嗯，我娶你。谁说让你娶我了？ 我是说让你给我养老，小屁孩。弄干净了吗？好了。OK 了。脸怎么这么红啊？ 热，我有点热。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别一天到晚总跑，你急什么呀？你这样风一吹，很容易着凉的。就这样，在我15岁的那一年，在你不记得的那个夏天，有了我永远忘不掉的伤疤，忘不掉的那句“我娶你”，忘不掉的怦然心动。 哎呀，这是什么男女朋友啊？连个坐票都不给，这把年纪了还跟一个小孩在那儿叫唤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进来了，你先坐了，这是你师兄的。怎么都是习俗啊？那肯定都是嘛，石头比较火。陈明子，你是的。虽然说我也喜欢习俗，但是今天晚上可是我们家安安的专场，你们俩要是我的好姐妹，就必须要跟我站在一边，这是我们家的。嗯？那你让小姑姑就来了，拿什么撑场子啊？光靠嗓子啊？ 哎，妈妈让你站上去，谢谢你，让小哥哥。
想去大厦，可我现在还在表演。下一段舞步你要准备瞪大双眼。我决定现在开始今晚带你冒险。他们都说我看起来像个大导演，不听我的号令，随时我可能翻脸。你不要相信那些关于我的留言，这会让你我关系变得有些危险。派对之后你要去哪里？我看见你站在人群中迷人侧脸，我想去大厦，可我现在还在表演。下一段舞步你要准备瞪大双眼。我决定现在开始今晚带你冒险。他们都说我看起来像个大导演，不听我的号令，随时我可能翻脸。你不要相信那些关于我的留言，这会让你我关系变得有些危险。危险到底，我只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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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的他依然站在那里，身上依然有光，但这一次没有老母亲的骄傲，也没有睁不开眼的自卑，只有温暖，因为他把光照进了我的心里。
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中场休息啊。你被他们发现完蛋了，你赶紧回去。你赶紧走吧，被人看。我给你拿了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你要不答应我就不回去了，我让他们开天窗。不能这样。那要跪下吗？起来。不答应。可以了吗？老婆，以后你就真的是我老婆了。木木跟你联系了吗？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拿到 offer 了，近两年应该是不回来了。很遗憾，你的投资失败了。那我该好好追究一下责任了。因为加了个男朋友。责任在我，对项目不够了解，天真了。哎，公司最近怎么样？忙吗？忙啊，不过好在有林样，所以呢，我才能忙里偷闲，在家做个家庭主妇。哦，
今天晚上我就不回来了啊，我要跟营销组去讨论下个季度的主推款。是，李总辛苦。你也辛苦。谢谢老公。这还差不多，吃饭。嗯。嗯，今天是这粥熬得好，一直都熬得都很好啊。今天特别好。嗯，我怎么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你？是不是在那个？我觉得这可能都是缘分吧，一见如故嘛。其实有件事儿我一直没和鸽子姐说。嗯。我也是中亚政法大学毕业的，真的吗？比你小两届，这么巧？不巧，你一直都是我偶像。听鸽子说，这两年你一直干餐饮啊？以前那是为了生存，以后我要为了梦想，就像你一样。笑得这么开心，是你女朋友啊？哦，不是，我侄女。很高兴认识你，师哥。我也是，高兴认识你。没错吧，哥？嗯，放心，肯定没问题。没错，兄弟，辛苦了啊！啊，对，你把这两箱往里搬。对，先搬这两箱，你慢点啊。辛苦辛苦辛苦。哎，小李，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老王呢？他放假回老家了。没事的，姐，我自己可以。你这么多一个人怎么办啊？没事没事。天天都一样的货，有什么可算的呀？拿着。哎，干嘛？哎。别挺沉的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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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你看，你慢点儿。我来吧，姐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谢谢。怎么了？这是，好端端哭什么？没有，这不是高兴吗？赶紧擦了，一会儿让人看见还以为我欺负你。你俩怎么还不进来？你是不是又欺负马乐了？我没有妈，没有妈，没有阿姨。那什么，我这么招人喜欢，他怎么舍得呢？是不是？我来吧，你歇着吧，来，你别动。来了，阿姨。上周三开会的时候，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既然他有选择证，就多出几个方案让他去选择，定好最后时限，下周五之前发给我就可以了。哦，对了，合同和招商案我已经批注好发到你的邮箱了，你尽快查收一下。嗯，先这样。喂，妈。啊。票已经订好了，一放假就回去。别什么满汉全席，在家随便吃一口就可以了。哦，还有，你们四个人能不能没事多出去走走，没事爬爬山溜达溜达？你说你们买的那儿不就是为了平时钓钓鱼出去溜达溜达吗？不是我说你们，喂妈。果果，嗨，妈妈是不是把你给吵醒啦？没关系，妈妈，这是我们去哪呀？找你爸。陆总，那批小样退回去。我其实觉得还不错，要不咱家再考虑考虑吧。你可能不适合干这行。杨总给回信了，还是不行。找马总，我只负责制作，不管业务。大拉，
你马上就能见到我了，么么哒。累不累？累，加个油。爸爸，你能不能换个癖好？儿子马上四岁了。喜欢吗？不喜欢。哎呦，哎，我有一个女儿就够了。今天听妈妈话没？听了。恭喜你啊，陶老板，明天就要开业了，紧张吗？紧张什么呀，有我呢是不是？咱说好了，这个地方以后就是据点了，就怕到时候忙不过来。还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。赶紧把证领了吧，省得耽误人家。哎，好好一个董事长不当，跑这儿当苦力啊。而且还是免费的。你们那某人不也是放着大明星不做，非得做什么幕后制作人吗？是啊，某人结婚了，你呢？怎么也长不大了呀？行了啊，你们。一开始啊，我也觉得他不靠谱，我觉得他就是心血来潮随口一说。结果你这一说，说了整整四年啊。林姐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马哥对你是真心的。小动物，没白疼你。某些人都一把年纪了，没有几个四年了。今天玲儿，你得给句痛快话，到底是行不行？就是，别乱拖，再拖我看不住嘛。行吧，看在你们的面子上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？成了？啊？哎呀！至于吗？哎，这样啊。我呀，敬大家一杯，真的，就是谢谢大伙儿，真的谢谢大伙儿。你说我比你们都大，但是我这人呐，不喜欢倚老卖老，也没什么可卖的。你说前半生我过得稀里糊涂的，很多问题呢也都没想明白，到了想明白的时候，也就老了。你看我是过了42，才有了自己喜欢的事业，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。然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日子，所以我就觉得呀，真的不用着急，该来的一定会来，而且来的时候就是刚刚好，所以啊，一点都不晚。我干一个啊！还有我，谢谢。曾经我以为我的生活就这样了，只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彤彤身上。但没想到，30多岁了，居然有了一家自己的小店，还有了自己的家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其实，年龄带给我们的，不是限制，而是更多的选择权。所以我相信，我们永远不会，就是这样了。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好，越来越好。副总。你怎么了？不高兴。你是该高兴。你以前不是总说自己31了还一无所有？我那会儿就告诉你，你就是因为你一无所有，才有更多的可能性。还不信？你看，不全来了吗？是，借你吉言。如果要是再早2年，我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坚定，也不会有现在的承受力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不是在老牛吃嫩草。而是我在最合适的年纪遇到了你。没错，我也是。哎，你们俩这还有3个大活人呢。谁还没个老婆呀？是不是？哎，怎么每次一个一个的？欺负我老公没来是不是？哎呦，从今往后，我要换个说法。今年我才36。就有了这么好的老公和这么可爱的儿子，我是人生赢家。那我才42啊，对不对？一切才刚刚开始。说得好，我才29岁。闭嘴！闭嘴！我才35岁，就应该吃好喝好，身体好。来，
走一个，来，走一个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干嘛？一起啊？哎呦，我喝不了酒。你快点吧，手都端得哆嗦了，都快快快快！哎，我才37，我要当妈了。哎呀，还都怀了，生呗，怎么办呢？多刺激啊！恭喜恭喜！可以呀，我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今天孩子没成型呢。哎呀，我天呀！你瞒得够久啊你！哎，我呢？没事，跟头头外面玩呢。来，我敬我干女儿一个。你这想女儿想疯了吧？这么要生女儿？那以为是双胞胎呢？那不更好吗？双胞胎不够，三胞胎。哎，你们家彤彤说，你们家果果的玩具给我留着啊。哎，都给你留着，都是你的。吃吧。来吧。来个多少啊？真好看。长大了一定是个小美女。我不是小美女，我是小帅哥。啊？你不是妹妹吗？我是弟弟。不可能。让我看看，到底是弟弟还是妹妹？好了好了，别叫了，我叫曹欣彤，你呢？我叫陆雨林。你几岁啊？1、2、3、3岁。我8岁，你要叫我姐姐。曹欣彤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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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曹欣彤姐姐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解开枷锁，爱得多，痛得多，却不敢落寞。我们都想挥别所有的错，愿你朝阳日落都会有新的收获，迷途终将解脱，爱意也不再轻薄。深爱过别多说，未来好好过，这次别再错过，爱我。我眼中的伪装逃不过你的目光，挥霍了的时光已留下无谓的逞强，几段过往旧时光会遗忘，总有人一直收藏，这一路的感伤都有你陪伴在身旁，一路星光。历经一段漂泊，却只为一束烟火，旅途多有颠簸，才能够解开枷锁，
爱得多，痛得多，却不敢落寞。我们都将挥别所有的错，愿你朝阳日落都会有新的收获，迷途终将解脱，爱意也不再轻薄。深爱过别多说，未来好好过，这次别再错过。深爱过，别多说，未来好。